当时上杂志编辑的工作不再只是文字和相片的组合，影像为先的世界存在无限的变数，令编辑跌入完美主义的困局。究竟有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们呢？由上次上嚟到而家，已经一个礼拜，未解决啦，所以又上嚟揾你咯。慢慢讲，冇嘢解决唔到。我系第一次嚟，有咩可以帮到你？我最近负责紧一条片，但系老总点都唔满意。我每次都尽量想讲得好清楚。今次改咗几多次啊？前前后后五次。我听过 perfection is the enemy of progress。我觉得我冇办法 follow 到佢嘅谂法，佢想点？做创作其实每一日都系锻炼紧自己嘅工艺，不断尝试都系一种磨练嚟。咁系咪要试到最后一刻咧？唔系改唔改到最后一刻嘅问题。是我想最后出来件事好。我觉得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，如果过分追求就会脱离了他的本质。我是这样跟他讲的。Verona， 你去拍条片介绍下今季的 briefcase。Okay. 男人都喜欢车嘛，你去借架车，然后就想想整个 angle 应该怎样拍，好不好？ Okay, okay, 没问题。喂，2020年除了上班之外，是不是没出街了？是时候买一个全新的 briefcase refresh 一下你了。这款做工精细的手提包更加非常实用，尺寸大小适中，绝对是城中型男生活必备之选。喂 Ronald， 你觉得太实用了，这个不要个车了，整件事 fashion 一点 moody 一点，还有转埋个夹个色佢啊。是fashionable 和 moody 啲 ，OK， 个色啊，仲有，哦 ，OK， 冇问题。如果咁会唔会好啲啊？我咁似样啲。喂，但而家个画面唔系好 balance 喎，旁边加多男星啊，幸福的旁边，卢振业，小野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冇问题，我而家即刻揾佢。你看下咁会唔会好啲啊？喂，你冇上 SEO 咩？佢哋话长褛同太阳眼镜系 evergreen 嘅，一样都冇嘅。系。OK， 我而家加埋。喂，等等，不如你去揾多只大单翻嚟啊！大单？大单啊！上次访问 designer 佢屋企嗰只咯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大单，我问下先。而家就好多啦。喂，但佢两个可唔可以唔好咁样企定啊？直情当交易咁得唔得啊？得，我试下安排。气氛差唔多啦，接近咗嘅。不过我想再电影感啲，你使多啲推进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再 push 下佢。我终于嚟到呢度，我突然间谂起卢振耀，我觉得好难过。我始终认为企喺呢度嘅应该系两个人。Good。Ronald， 不如你成套嘢试下搬去 indoor， 各方面嘅 contrast 再大少少嘅，要埋女星，再交易多次。我尽试啊。Good， 我就系要呢一只啦。你试下将咧成个画面搬出去 outdoor 拍多一次，应该 impact 会大啲嘅。
咁係咪即係好似第一個 version 咁啊？點解唔一開始就將最尾呢個版本講出嚟咧？就好似寫電影劇本咁樣，有時候夜晚寫一場戲覺得好好，但第二朝瞓醒覺得可以再好啲。我覺得就係要學會點樣去將自己建立嘅嘢狠心咁樣去摧毀，抌咗佢再寫過。我一開始都係想簡單，但最終都係過唔到自己個關，改下改下就變成咁咯。做導演，我想去追求一個架空嘅世界，一個大家未見過，亦都冇人去過嘅世界。到我翻到嚟，先再講俾大家聽，嗰個世界到底係點樣。過程可能好困難，亦都可能要花好長嘅時間。不過如果唔係一份執迷，我哋去唔到更遠嘅地方。咁係咪即係要不斷推翻以前嘅自己咯？試下多啲寄信俾自己。喺四五年之後，如果有啲嘢諗唔通，可能會放咗你。咁樣的話，就係昨日嘅我可以幫到今日嘅我，甚至乎超越以前嘅我。